买了？赶紧带你们逛一圈，猜猜我在哪儿呢？谜底揭晓啦！我现在在意大利的 Sanremo， 哇，una città bellissima。这个意大利沿海小城景色太美了，摩纳哥和法国尼斯就在隔壁，挨着蔚蓝海岸，怪不得有这么多豪华游艇。可是 Sanremo 最有名的百年老店，会员哟，这儿还能退税呢。这家店是我的调调，我得好好看看。我自己搭的这一套，你们喜欢吗？太有型了，终于被我扒到了。在这儿发现了一家卖当地特产的店，有非常优质的橄榄油、醋和小吃。我再试一下这个特别有特色的，这个是罗勒酱在里面加心儿的，好吃，我你喜吗？我还体验了一把他们专业的个人色彩形象指导服务，顶级形象顾问 Benedetta 根据我的气质和肤色帮我挑选最适合我的颜色，从眼影到衣着再到配饰，让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色系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小程序或者官网预约体验哟。逛累了就来看看大海，吃吃美食，在这儿待一天都可以。在 Sanremo 待了两天，我觉得这趟旅行实在是太值了。我觉得 The Mall 也特别适合大家来休闲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，强力推荐。圣诞节就要来了，我还会再来的。好。